好，同学们，我们要做一个 watercolor painting， 所以一开始我先要把这个纸粘上，这样呢，出来的那个图案特别的整齐。过缩了，可以给它卷过来，这样就不会粘到桌子上。我们懒一点，可以给它做得小一点。粘好，这个事情，然后我们在上面画一下。这个我们画成，还是用 monotone 对吧？先用铅笔画出来，你可以用一支彩色铅笔，因为你做的是 monotone 对不对？monochrome 单色调，不做很多色调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先用一个蓝色，今天我们就用蓝色，怎么样？一层山，再一层山，再一层山，再一层山，一层山。我这个是 watercolor pencil， 然后放一些水，开始放颜色。先用大笔，山离我们越近，颜色就越重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开始的颜色先让它重一些 ，watercolor 让它很薄很轻，一层，第二层。我们可以通通给它先画上颜色，然后再一步一步给它画重。因为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画画每一次的结果，每一次的试验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着急也没有用，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结果，所以静心的这样画，放很多水 ，watercolor。画水彩画最重要的是画出它的那种透明的感觉，让它很轻很爽。你给它画重了，它就失去了那种透明的感觉，就不好了。第三层，先画这边。第四层，不要着急，就这样慢慢的画。最好是有一个软软的刷子，大一点的刷子，画这种大面积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五层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花山差不多都画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你再画的近一点的山，让它深一点，再画第二层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显得它深一点，多一点。第二层呢，我们就可以只是在这个边上让它深一点，这一层也是只是在它的边缘 edge 这里深一点，其他深的这一层也是深一点。现在看上去不好看，没办法，也没关系，
因为它待会儿干了以后，那个水自动会干，干了以后会有不同的效果出来。上一点点水，让它跑过来，点点水。然后我们再画蓝天，蓝天，我想想，我们是不是要试试这种浅的颜色？对，浅的蓝色。先放上水，干脆先通通放上水。最后我们再画一些树。然后再放一些蓝，多一些蓝，一个地方多一些蓝，这个地方多一些蓝色，这样天就不那么均匀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想让天那么一贫如洗，对不对？上一点深蓝也行。哎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放，拿纸擦干一个地方。就变成了白云，白云我们干脆就真正的用一点白色，或者是用水洗，真正的用一点点白色。哦哦，这个笔尖有一点脏，洗一洗这个笔。看不出来哈，干脆就用乱乱的感觉，然后你觉得不好的地方，你再洗一洗。我觉得不太好，其实。然后我们再划一棵树，蓝色的树，先把这里给挤干，要不然我们不好画，对不对？这里也挤干。蓝色的树，用一支细一点的笔，因为我们要画都是同一个。高高低低不停的不同的树，这里再画一只，金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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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我们开始点，点可以用大一点的笔，要不然太累了，对不对？找好颜色，先用大一点的笔点出来，然后再用小一点的笔给它点细一点，
这个是一个大疙瘩，你不用害怕，因为你还可以给它点细一点，它就好看一点，对不对？不能没有水，摸测开了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水。不用害怕这个树长得不像树，其实长得什么叫树，树就是各种各样的，它比你想象的样子要多。你觉得树是一个样，其实树是有一万种样的，对不对？不要着急，你觉得画得不好，画得不好不要紧，画得不好你别看了，真是是让你看的，真是自找，是不是活该自找，谁让你看了。然后随意的在各个地方点一些村村点点。在中国画里头呢，这个点村很有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它让你这个画有一个动感，你看它可以是块石头，可以是个草，这样你有这个村，它这个画就动起来。你就这样随便叽叽喳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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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便点，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，点这儿错了点那儿错了，不是啊、嗯、点哪儿都可以，就这样随便点点，不用太多，不要太少。多不嫌多，少不嫌少。嗯，在这个树下面点。好了，就差不多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。是一幅是一幅这个蓝色的，我们给它打开。 OK， 打开，I receive a free, congratulations for me receiving a free holiday package for Bahamas. Okay, I think I'm okay with teaching class instead of going to Bahamas. Slowly. 如果你撕得太快，它有可能会把那层纸的皮给撕下来，所以要特别小心，慢慢撕，不要着急。你画都已经画成了，用了好大力气画完了，然后撕的时候给撕坏了，很不值得，对不对？所以慢慢撕。嗯，唱一个歌。 I had a bad day, sing a sad song, 或者是 FirstLet me take a selfie, 或者是 any song you like. 任何一个歌，就好，这个就画成了。用的是这个学生的 watercolor。